圈爆发 MeToo 风波，黄子佼也涉嫌性骚扰事件。当下虽然有开直播道歉，但他却在直播中失控，爆出一堆艺人的黑历史，其中包括大小 S、阿雅等好友曾经有吸过毒，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。阿雅第一时间就否认，也直接公开验毒结果，向大家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不过自从事件爆发后，就一段时间没有更新动态。经过短暂的沉淀后，阿雅终于在12日再度更新近况，似乎正在国外度假，还在河面上划船，看起来十分享受，心情没有受到太大影响。而粉丝们看到她在照片中笑得很灿烂的样子，也纷纷表示阿雅气色很好，希望她不要受到前面风波的影响，还是要继续更新动态啊。